开车过去，有那个一些那个骑豆豆，还有吃的，马上你也可以进去，马上。啊，可以说你65岁到了，然后你可以去那边拿好吃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今年该吃好吃的，去年能拿钱。这是我们中国的，也是一个传统节日吧，就是九九重阳节，就是也是孝敬老人的一个节日。他们外地一般是去敬老院，看望老人家这样子。在中国，可以说很多人对他们的老父母、奶奶、爷爷，或者就说老人都很好，对吧？他们是最高的。对对，是这样子。走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我在抖视频发。你从多地方家里搞？那为什么在外面怎么放？快走，弟弟，你屁股跟妈妈一样美啊！这边有，这边哪里大都可以。弟弟，我开始了，让咱们要咕咚咕咚啊！这个视频也发出来，然后。好多粉丝说，哎呀，不停还是咕咚咚咚咚咚。我也教过，时间还没到了，不能进去啊。啊，对，时间没到，可以里面去吃，可以里面去吃。那个拿礼物啊，那个骑豆豆，你不可以拿啊。我们两个不是本地的，那你跟我说一下，怎么说福建话？因为你说话那么厉害啊，我以前都没看见你是外地的。我来的时候3个月就学会了，学会了说的不标准，都听懂了什么意思。哦，太难，真的太难。你跟你老妈说也是普通话，跟你老公说也是普通话，跟孩子也是普通话，根本那个学不听得懂，但是什么意思不出来啊？出来买怎样？你知道可以吗？妈妈教我才可以。你家人呢？交流的时候不用普通话，用本地话交流一段时间。他说普通话，你也说普通话，你要是脑子不想学这个本地话，慢慢来。我以前有想，我老了，我应该是不会。会会。但是我看你，我想应该是会。太搞笑，他们一直说，哎呀，我的时间还没到呢。那没事没事，他们现在非常不高兴，他们是年轻一点。他们住的，你住里面可以吃。那个你又不能拿。但是他们都有，怎么说呢，还是很有素质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一点不好意思，都年轻的都是外面。对对对。那这样弄的，都可以拿。特别大的活动。那现在有时间要帮忙一下，翻译者，因为人现在太多，老人是里面的，他们现在在里面吃好吃的，喝好喝的，然后听一下好听的音乐，哇，人越来越多。遗产是受保护的。没有可能。声音，咱们快点摇出来看一下。答，今天有什么热闹？看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喜欢这个。开始了，可能我们老了，时间到了，到了就喜欢这个。妈妈现在开始。不太好听。
也是玩好玩的，这是他们的玩。我们老板也是他们的娱乐活动。